鲨鱼。要喂鱼，喂！你要去哪里？第一届日月潭 SUP 平衡大赛。如果我赢你的话，就让我主持一集。这个是卢曼，你们摸摸看有没有摸过 ？OK 的 ，OK 的。摸他不会怎样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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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摸摸看，哎，我摸。好强哦！而且呢，我们今天要体验这个职业哦，非常的特别哦。它算是呢全台湾哦，养殖渔业最高海拔的地方哦。这里养殖渔场有没有？对，是海拔736公尺的。哇塞，最高海拔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养殖是什么地方吗？什么地方？是总统鱼，对。总统鱼。总统鱼呢，其实呢是日月潭这边的一个特色，很多餐厅都会有总统鱼，很好吃，有吗？有什么？餐厅有什么特色？啊，我听不到。总统鱼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没听到。总统鱼，我听不到。不是，你站太远了嘛？对了，我们应该是6个人，要不然要分两个。好，我们快点，快一点，这样我讲你才听得到，对吧？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。挤过来，挤到我家了啦！挤太过去了，快退回去！游泳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！皮哥会游泳，皮哥救一下，救一下！皮哥救回来，快点！把他拉上来，来来来来来！这两只手一起的，一起的，一起的！哦，那我就不救了。他说水太冰了，不是水太冰了，而且呢，好冰啊！而且这种救人还掉下去的，我跟你讲，就做劳力人会做的生意。做什么老粉？对啊。好，救命！救命！有点可怜。来来来，我来救你们。哦，那个浮球，浮球。我来救你们，我来救你们。来，拉着绳子哈。来拉。要游泳，要游泳，不能吃。哎，你们真的是的，惊吓什么压力？我们来救你们了！我怎么会救我？我只会仰视而已啊！我是被救了，你把我推下来的。你怎么救一半自己掉下去了啊？兰兰，你快过来救我！好像有点，我们来救你了，兰兰，快点啊！我要游泳，兰兰，快点啊！让你去，没有人要救，快点，快点！绳子啊，这里有绳子，你自己上来啦。这里，这里。不是啊，你们最起码先拉芝芝上去吧。我想拉芝芝。对啊。芝芝过来。先装好。在那边要丢绳子救了，你把我推下去。啊。到底在忙什么？我想说你可以靠近一点，不然会救不到人啊。我靠近一点。一个在躲什么？下去了。扒得很紧的嘞。哎，芝芝小心耶，真的帮芝芝啊！那你们来帮忙啊！真的啦，然后又说我害的，来你们帮忙，你们帮忙。我可以啦，我可以啦。哎，别了，一个一个，女主持人，你是不是应该过来救我？女主持人，你是不是应该过来救了？好，我救芝芝。对，快点救芝芝。那你过去点，你过去点啊！我已经很过来了。他都上来了，还需要你？他都上来了，很难救。不要玩了啦！不要玩了，不要玩，不要玩了，赶快，赶快！放心啦，哎，我讲真的，怎么样？我不是胖，我是泡水泡肿的。皱皱，全身皱皱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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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会站好啊。哎，讲真的，我们刚开始听到说什么要介绍总统鱼，然后就滋滋下水嘞。总统鱼是因为什么还在演？那我们要不要再过去一点？就叫我们一起。现在应该从这边这样挤，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
去你，我去你，我去你。抓着我，他一直抓着我不放。拉住我，拉住，拉住，拉住，你别搞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别拿藤口嘞！救我！你救哪个？救我！好，我救你！我救你！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！你先，快，赶快！等一下，我脚卡住，要扛多钱呢？还扛多钱？我在叫你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玩下去。再玩下去，我们一整个一集一个小时都在玩跳水。我们今天不是来玩跳水的。我刚刚讲到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总统鱼的养殖渔场。那今天达人已经来到现场了，是。那欢迎我们的达人赖大哥。哎，赖大哥来，还穿救生衣，我看到。我跟你讲哈，你站在这个缺口有没有？你那个麦克风先拿下来，这样推比较好推。好厉害！你在这边养这个总统鱼，对不对？对。养多久了？我们这里有四五十年了。哇，四五十年了。对对对。可是日月潭这边不是说观光吗？怎么会想要鱼有鱼？因为日月潭最早是政府推广养鱼，是后来禁止养鱼。现在对，现在禁止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做富裕平台的。富裕。哎，你说很有钱的那个富裕平台？哦，不是很有钱的，那个就是富裕这个鱼苗，就是保护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你是不是一开始先让我们可以去啊梳洗一下？不用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先夸奖一下鱼啊，再夸奖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场的鱼啦，今天跟着赖大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好。你看哦，我们现在在日月潭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片看起来哦，好像都是你的富裕的渔场呢。对对。啊，奇怪，这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日月潭不太一样。我们今天是包场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怎么有商家店家？日月潭有分日潭跟月潭，这里是月潭。哎，这里是一般的游客不来的地方，很少来的地方。所以游客就是在日潭。日潭那边活动，那边商业活动，然后在我们这边大部分就是静态的活动。富裕平台就是设在这边，才不会受影响，互相影响。生长环境比较好。原来是月潭啊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那块一窟一窟的，这一样都无同哦。对对对对。那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卢曼。卢曼。干嘛？罗曼就是这样子，他是神出鬼没的，你知道吗？会躲，偷偷摸摸躲起来，然后看到我猎物过去，啊，就在那电视上那个大威龙魔，对，对，的确是这样子。会像你这样子神经病吗？你问赖大哥，吓我一跳。你问赖大哥，金甲 A 啊，金呢？那个以前老一辈子，如果听到卢曼都会怕，因为他有时候会上岸吃东西啊，会去吃畜生什么之类的。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，畜生躲起来了，对对对对，畜生躲起来。鸡鸡呀鸭呀之类的啦，他会上岸吃鱼鸡呀鸭，对对对对，去吗？对，他会直接吃啊。等等，那你鲈鳗要很大只吧？它多对啊，它大到200公分，然后它的重量大概20公斤。200公分比我们都还鳄鱼哦。没有啦，你前几天日月潭不是发现一只大水怪吗？哦，就是类，对，类似那么大的。不是，你刚刚说鲈鳗在里面，可是看不太出来耶。那你们帮忙，大家一起来把它跳下去抓，是不是？可以，你也要跳下去也可以啊。想哥，我不敢，一不做，我不敢。不要啦，我们一起合力把它拉起来，把网子拉起来就看得到了。往下怎么拉怎么拉，来来来。你们到那边去，我们到那边去，我们分配一下啦，分配一下，好，我在这里啦，啊，然后你跟大家两边，这个在这边，不用，好了，这样可以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拉起来，拉起来啊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这边也可以拉吗？对，我们就从这里拉，跟那边拉，好，哎，要小心什么吗？会不会弄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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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哎，很重，怎么卡住了？有看到了吗？在哪里？好，在哪里啊？哇，在哪里啊？好吃的，在哪里？哎，真的，那边在那边，哎，那只好长哦。哪里啊？它躲在这个，我都用网子躲在这里。你看，它自己知道要躲在黑黑的地方了。对对对，在这里。哎，哎，赖哥，赖大哥，哎，
一般这个鲈鳗我只看到在餐厅，哎，它的肉质非常的好吃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营养价值又高，对，贵，我们很少看到是真实的，真实的，哎，好了，至少看到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这样好了吗？可以抓一只起来看看吗？找一只大一只的，我去夹一夹，哪一只大的？哎，对了吗？没有，他很聪明的。哎，他为什么？你以为那么大胃肉吗？他为什么那么贵？你知道吗？大家知道为什么他那么贵吗？哎，其实他很难抓，他很难抓，所以很贵，所以很贵，不好抓。来，我来，掉，快看，来，放进去吗？放进去，哎。哇塞！哇，溜溜的感觉哦。哦，它要一直沿着渔网，想要这样折起来呢。对，它这个哈，在那个桶子里面，它会尾巴往上，然后就勾着这个就跑掉了。哦，它这么有力气，这么聪明哦。对，这很聪明。大哥，你要怎么抓？把它抓起来。轻的抱住它，但是真的是抱不起来。抱不起来。对，真的，你看，你可以尝试看看，摸摸看，你们没摸过。OK 的 ，OK 的。试试看，它不会怎样。不会了，我刚刚都。摸没关系啊，你抱看啊，怎么了？什么感觉？不是啦，你这样摸不出来了，你要这样子，整只手吗？这样抓起来，整只手抓起来。哎，哇，它滑好快哦，很滑溜的。它真的会一直往上爬，哎，真的好聪明啊，看，好强啊，厉害啊，不会的，试试看，你们试试看。哎，如果真的抓起来，我们就送奖奖励。哎，讲讲，我们现在不是在玩它，我们只是真的想要去体验它。刚想要试着抓给大家看呢，其实也不用，因为它会自己爬起来。那它真的是非常滑，你只要双手一用力，它就会折去。对，它就会从你的手中的这样子滑掉。其实真的非常黏。对，它其实很有力气。所以我们因为这种鲈鳗，它的微量元素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是吃它的。真正是它的油，对，它有鱼油，它有非常多的那个微量元素，对身体很好。哎，所以这个女生吃这个也会变漂亮吗？当然会啊，假的有，那我可以带回家吗？可以呀。哎，这很贵，这在餐厅是，这在餐厅是算两袋在卖的，真的，我难得对。这不然餐厅才会爱我整形啊，大概。惨了啦！惨了啦！惨了！怎么办？他这样子根本抓不住。大哥，可以靠！我还想说，根本抓不起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完全了解鲈鳗了。对。那赖大哥这边有很多鱼，捉起困难了啊。对。他来换其他的品种好不好？好。换其他鱼种。好，我们就来换另外一种外来的。好，这个绑了，这个绑了，好，绑了。我们放低一点吧，不用吗？它这样子可以啊，这样下去可以。真的。拜拜哦。哦，他也算在3米跳水的了。对啊，下次可以挑战9米。不是，你们在干嘛？走路就走，你在干嘛啦？刚刚看那个大尾鲈鳗，现在又要看什么啊？黑魔鬼？来，红魔鬼而已啦。你看这么漂亮，红魔鬼是听起来很可怕哟。哎，他进店内啦。你看，没听过？哎，魔鬼藏在细节里啦。啊，恐怖。所以红魔鬼很恐怖吗？对啊，没有啦，好可怕。没有啦，哦，你看这么漂亮，这些是红魔鬼？对呀，这是红魔鬼。不是啊，哪有魔鬼？哪有魔鬼？这颜色很缤纷啊，这好像水族箱哦。因为它是红色的，然后因为它是外来种的鱼，然后它是专门吃其他的小鱼，其他种类的小鱼，所以叫它魔鬼。对，它有一个学名叫做厚唇双丽鱼。厚唇双丽鱼，厚唇哦，哎，对，是说像这样唇很厚啊？对，哪一个比较像？都像，所以鱼都长，鱼都这样吗？对呀，真的假的？这种看似小巧可爱的红魔鬼，可是会影响潭中生态的外来种哦。繁殖迅速，生长又快，喜爱吃鱼卵，造成原生鱼种的生态浩劫，都是不当放生延伸出的问题哦。这个，你看它这次非常刺。然后你看它的嘴唇刚刚，哎，真的厚唇，哎，唇真的很厚哎，对，哎，漂亮，哎，真的很厚哎，我很怕它弹过来，而且这个不会啦，这不会，它的刺是，哎，它刺会立起来的，会站起来哎，生气啊，我害怕，防御啊，它的嘴唇，哎，真的嘴唇好厚，好可爱哦，它感觉是说你们在看着
什么红？哇哇哇！超可爱的嘴巴，超厚唇的。对啊。然后这鱼就是当它再大一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拱起来，会变成扣头。扣头。扣头哎呀，扣头哎！里面都是胶原蛋白。哦、哎呦，什么胶原？对对，最好吃就是吃那一坨胶原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你都唔捌食到。我有养一只罗汉驼耶。其实是补胶原蛋白的。怎么样哦？哎、欸，这就是红魔鬼、啊，它一点都不像魔鬼、欸，一点都很可爱啊，可爱，对啊，叫红天使才对吧？对啊，它应该叫天使的，很可爱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卢曼，那现在要看的红魔鬼，接下来可以带我们看这边的特色总统鱼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才是重点啊，来，在我们旁边来，好好来看总统鱼来，总统鱼会不会可怕、啊？又来，又来了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总统鱼了。对对，这就是总统鱼啊！各位，总统鱼为什么叫总统鱼呢？就是曾经哦，得到总统的喜爱。什么？因为总统他来这边吃到，哇，这鱼好好吃哦。这自此之后呢，他就叫做总统鱼这样。啊，但是除了总统鱼之外，他没有本名的吗？没有本名吗？他的艺名跟他的本名没有。有一种叫鸡腰。那还需要鱼要怎么翘嘴？要怎么叫？你跟我讲一下。翘嘴就是，啊，这是厚道啦，其实就是像厚道一样。对嘛？你看，它是标准。说的没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总统鱼庐山真面目。哇，好多总统哦。没有很多。总统好。总统好。总统好。哇，好多好多。没有没有，我让你们选总统。啊，选总统，对，可以投票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意思是看谁选的比较好，拉的比较漂亮的。好，好，今麦开始要选总统，一号参赛者，一号候选人，毅哥，好好好，好。哎，其实很难选，我帮你拉上来一点，拉上来。这样来看得到啊？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。毅哥专业的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我有在养鱼。我知道，也要看那个鳞片闪闪发光的，有吗？好，那我就这一只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我当选之后呢，啊，你赶快放下去啦！你放在地上就好了吧？哦，好，来来来，二号候选人，来，换你来，我来，好，我们的很大只呢。对，对，那个感觉有大，经过你家的那个那个。大大哥，像这样子，它捞起来这捆还不得养多久？它多大了？这个将近五，这个五年了。这个五年，因为这一种不养它，它就是靠其他的鱼，所以我们数量不多。它生长很慢。对对对。下一位选手，来来，小助理。所以你看，这已经是五年了，其实是可以上餐桌做料理了。对对对，找这个都可以，这个都可以上。大只的，等一下，交货，这只，哎，哦哟，这只蛮大的哦，那一只，倒掉旁边这一只，哦哟，那一只就很倒了。哎，我要先，我要先，我先，我先，我先，先拿。哎，好，下好离手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哎，哇，好，来来，我帮你也捞一捞吧，没有没有，我自己选，我自己选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阿公出生的时候跟我说我有总统命，但我相信我还是，哎，你刚刚那只还不错，哎，哇，我长出来了，啊，下去，那只还不错，哎，哇，我长出来了，啊，下去了，哎，它掉下去，它掉出来，下去了，好的。总统逃走了，这个大总统逃走了，没有了，我可以重选吧，重选重选，快了，你就是没有总统，我没有总统命哦，取腰了，取腰鱼啊，对啊，这个大只很大哎，哦，我的还蛮大的，还有最后一位候选人，好了，芝芝，交给你了，我来看一下。你不用再看了，他不会回来。从旁边，这边有两只哦。
选一只好了，一起过来选大只的啦。一个正统，一个。哎，你捞了两只过来，一只给我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不行，那只就没了。哇，这很大只哎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六位都拉好了，我们来前面来看一下选票。来来来来。总统鱼是日月潭里最为著名的鱼种，因为腹部略带弯曲而有曲腰鱼的称号，它的肉质细致是当地各饭店的招牌菜哦。现在就来看看谁家的鱼能够当选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自己的总统鱼都已经选好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蹲下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就由我们的赖大哥来选择，看哪一条总统鱼是最漂亮的。好，好不好？投票，看谁当选了。投票，看谁当选了。好，自己剪了，快点了。剪自己的。不敢剪。那赶快，我们先蹲下。自己顾着鱼，不要让它跳出来了。哎，你哎哎，不要再跳出来了。哎，加油！加油！你不要跳出来，我压着。我们的最乖。要演多久？乖。可以了吗？而且我们最乖的。大家冷静，现在已经开始选了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是啊。芝芝。芝芝呢？芝芝我吗？对，是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一只是母的，而且它的蛋肚子是最大的，即将生蛋，它可以生很多的小鱼，哇塞！而且它最好，很漂亮。哎，赖大哥，我这一次还在坐月子哎，我才刚生完哎。你那一只那个还不够，还不够，不够。而且它肚子是大的，对，真的是最大的。好，那我们最漂亮。然后再教你们，你们摸摸鱼的后面，嘿嘿嘿，摸摸鱼的尾巴，看它是滑的还是粗的？粗的呢。滑的，滑的，滑的。啊，是粗的比较好吃，还是不粗的好吃？不是粗的，不粗的都好吃。是它粗的比粗的。那个尾巴，这个滑滑的是母的哦，然后尾巴粗的是公的。公的。哎，我的很粗哎。对对对。所以是这样分别公母的。对对，我们在做交配的时候才知道公母啊。啊，这样子最简单的交配方式。先摸。摸尾巴就对了。所以，我们这一届的总统大选呢，我们恭喜芝芝当选。是的，这个总统当好，没有当过总统，就来这边当总统。总统鱼啦，吃总统鱼啦，什么感言啊？好了好了，当不了总统啊！哎 ，OK 了，来这边体验选总统、当总统啊！是啊，体验一下落选的感觉。就是落选，落选了。我的，那么接啊？啊，对，喂鱼了。对对对。那喂鱼了。对啊，来。你有十块钱吗？喂，不是那种啊。来。这种更大家，更大只哦。要喂鱼喂。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跟你的鱼，总统鱼一样要跑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哎，我们这个主持人比较不敬业，他录影都站好远。对啊，还是你们谁可以帮忙喂鱼？你也会。那个，帮忙喂个鱼吧。不用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他们都不敢拿这个鱼饲料。不是，我们这里不用喂鱼，也不可以喂。啊？我们这号称养鱼，但是我们这是做自然循环养殖，就是大鱼吃小鱼。嗯。我们的渔网。大的鱼跑不出去，但是小鱼跑了进来。对，需要鱼是肉食性的，所以它是靠吃其他的鱼类来生存。哦，这样子的，它就是靠小鱼自投罗网啊。对对，那食物链的话，对食物链的不是，所以我们要一直富裕其他的鱼种，所以才有它足够的食物。哎，你讲我懂了，就是他们的总统鱼是吃外面爬进来的鱼嘛。对对。可是外面的小鱼，我们也要让他们长大啊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喂小鱼的，你们可以帮忙喂个小鱼吗？哎，连喂个小鱼也没办法。为什么他们看到这种软软的就会怕哦？这个可以钓鱼啦。哦，这个可以钓鱼，拿来钓鱼用。对，我们等一下。哎，不然钓个鱼吧，穿个鱼，我们勾鱼钩。你先把盖起来，你帮我们。先把盖起来，先盖起来。盖起来。对对对。好了，回来了，没有要喂的啦。好。那你帮我们收起来，收起来可以吧？啊。你是收起来。下面不用动吧？我要动啊。可以啦，没东西吧？好，拿好啊。好。好吧。倒掉就是。OK。你倒掉更惨哦。
拿好了，拿好了。所以我们就不用做喂鱼的动作。不要。那我现在就可以吃鱼了吧？那工作有难度，还没做就要吃鱼，还要去打虎的啦。打虎，对呀，要去当武松。看了就正当打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要用这个打虎。他只会还你啦，我不要了。带着他，你不会棒打老虎鸡是虫的概念。对，虫啦，虫啦，好不好？OK 了，那我们去打虎了。走，啊，跟着那个大哥打虎，来，走。啊，不要再给我！我觉得老虎。这是。不是啦，你们怎么还在嘻嘻哈哈？你们没有听到这个大哥说要去打虎都不紧张吗？这里是日月潭，有啦，你们看了，老虎会游泳吗？对，你们看了就知道啦。哪里有老虎啊，大哥？还会飞嘞，这个就是鱼虎啊，你看，鱼就是鱼啊，鱼虎啊，这很凶的鱼虎。这个鱼我们现在看到是非常大，对不对？跟一般我们刚刚看到比鲈鳗都要大五倍了。然后你说它身上会有一些虎的斑纹，对，是因为它快生小孩了。对。啊，你刚刚说要打老虎，为什么要打它？因为它没有天敌，它把日月潭的七腰鱼啊、各种鲤鱼啊、蛤啊都吃掉了。啊？它会吃人家？对。流氓哎！太恶劣了。它很凶的耶。啊，没有人会吃它吗？我们人啊，哦，还好还有我们人在，那就放心了。我们来吃你，看你怎么天敌啊！是，那这个可以捞捞看吗？我可以捞给你们看了，但是你们不要用，因为它的牙齿非常的利啊，它会咬人。上一次因为也是抓起来不小心，只要扒开看它的牙齿，因为它一动马上就喷血了。那翔哥你去好了，什么我去好了？所以他在攻击那些鱼类的时候，也是只要目标看到了，我就把你咬到挂。然后这种鱼不是日月潭的原生鱼类，它是外来外来种。那它怎么来？它怎么进来的？这就是不当放生的。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哈，呼吁一下，不要做不当的放生。没错，什么鱼放在什么可以放的地方，才不会造成整个那个生态的耗损。对，就算你放鱼苗来，它可能还是被鱼虎吃掉。对，就把它助长它越来越大这样子。对啊，那也不好。这个呼吁一下啦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它，把它捞起来打它，打虎。打它说打它变好乖。我先让你们看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去做我们日月潭传统渔业文化的体验的时候，这样还要带你们去真正去抓它嘞。哦，你不是说会受伤吗？危险，他人家危险，赖大哥也是做了四五十年的啊。哎，大哥，他最大可以长到多大？这个哈大的大概130公分。差不多27斤左右。跟一个小朋友一样。对。哇塞！你看他，你在那这个力量就有多大？你看。哇塞！小心。有没有？我不行啊！哇塞！那个，会断掉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神？很吓人。好凶哦！快点！来，这一只大概14-15斤，14-15斤，等等，它整个那个虎斑是，你看紫色出来的，这就是虎斑已经，而且那个眼睛哦，紫色的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所谓的虎斑在这里，对，啊眼睛超凸的，眼睛超凸，好像一颗弹珠哦，那求一下，它这个算是已经最大了吗？这个还不是最大，这个大概只能算中型了，中型，还有更大的，大的就到130公分，它的一倍了。这个已经比他们的大腿还粗了。对，粗了，真的超粗的。他有鳃跟用肺呼吸。他有肺。你手下去哦。大哥，哪里？我蛮需要你耶。不是，你注意看哦，他们的头上有洞，头上这里这个地方。你气孔当啊呢？这里有气孔，有气孔，这个都是他的气孔，一整圈的气孔。所以它浮上水面不是用嘴巴呼吸，它是用嘴巴，然后才在这个气孔，大哥不要再喷出来。对，我们看完鱼虎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可是刚才赖大哥说带我们去抓，对呀，要去抓，我去做体验一下嘛。你来了，你要帮我，顺便帮这些人把鱼虎抓，抓一下手就不见了。我有陷阱，有陷阱，只要放陷阱就好。来，我把陷阱给你们看。陷阱，我们要来。他说要用设陷阱的去抓鱼虎啦。哦，鱼钩是什么？这是用鱼钩。对，你这个小鱼钩，鱼虎有在理你吗？鱼虎这么大只，够，它的嘴巴已经够大了。然后
重点来了，你看这是钢丝线，对，然后这个还有弹力，哦，弹力线，哦，这个怎么样？它如果咬到的话，它如果游走要把它拉回来，它要游走再拉回来，像掉虾一样没？好像溜溜球这样。不一样啦，它这个力量非常的大，你看刚刚它想在捞的时候，对对对，那个很大，嗯，所以它要用这个可以挡个100斤都 OK 的，这样子，嗯 ，OK。所以我们现在，然后我们试看看啦，因为我是有先放的，我们等一下还去放，看能不能捞到，看能不能抓得到。OK OK， 我们抓鱼虎去，好，抓你们这些鱼虎，对，外来种，可恶的鱼虎。来，好，把它放回去。脚很痛，可怎么伸下去？好，还是你来好了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来。性格凶猛的鱼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，猎食性强，又几乎没天敌，严重影响其他鱼种的生存空间，有生态杀手的恶名哦。看看这恐怖的血盆大口，甚至让原生种奇力鱼差点濒临绝种呢。因为呢，我们要出海，然后呢去做出海，出海是啊，出海出海出海，所以要穿救生衣啦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做陷阱，干嘛？你们看陷阱？对对对对，我们先要做陷阱嘛。啊，为什么有？那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哎，我们可以靠过来看一下吗？滑板车。哎 ，SUP 我们是滑过嘛？对，是啊。怎么还有这种怎么脚踏车的？对呀，还有坐的，还有坐坐的。哎，那个坐的好像很舒服嘞。哎，我们可以玩一下吗？这个是我们传统渔业文化体验的一环，我们先这个有一环哦。对的，我们就先把我们的那个抓鱼虎的工具弄好之后，我会自然会带你们去啊。所以你是说我们要做这些对对对，然后去找鱼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。不要，这个很危险，鱼虎那么凶，这完全没有任何保护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们鱼虎，我们只因为鱼虎都是在那个岸边活动。哦，我们等一下是。沿着岸边会到湖中间去玩，所以不影响哦，所以不会有危险，不会遇到它就对了。对对，不会不会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做了这些交通工具，出去做陷阱。哎，说实在的哦，这种东西我们是没有看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，都通常是用滑的。这是美国进口的啊，这是美国进口的那种仿生船，仿生船生物，仿生，它是模仿企鹅的那个鳍，所以当你在脚踏的时候，或是脚踩的时候，它水底会模拟像生物的动作。哦，所以就这样前进。所以这是世界专利，在台湾目前那个做事的跟踏步机都是首创的，全台唯一，全台唯一，哇，没有互换过，没有拍过，那个是全台唯二，第二台。所以中兴新时代，哇塞，今天了不起了，荣幸啊，独家。那这个是一般游客来是也可以体验的，没有，目前因为这个太高贵了，所以没有让人家玩。哦，我们是因为工作，好，我们来设陷阱。所以我们现在你坐的是 SUP SUV， 给大家弄的是 SUP 嘛，啊，对对对，哇，你讲 SUP 蛮标准的，对啊，有干单呢。那教练上礼拜刚考过教练，哎呦，厉害了，失敬失敬，对啊，拜谢拜谢，阿力好阿力好，阿力我来踩那一台，好了好了，哇，踩踏式的，那我去那个脚踏车。好不好？好，来来，我们来试一试，试看。那我去 SUP。骑着骑着屁股都会扭起来，好好笑。哎，我们要，啊，我要刹车了，好奇怪哦。我们会把陷阱放在这里。好，它现在呢，这个鱼钩上面抓一只小鱼。我们用泥鳅。泥鳅啊，泥鳅，哎，真的是泥鳅。好了，钩好了，然后我绑在这个绑在树上啊。对，这个树就像钓竿一样。是这样做陷阱的，哎，树的反作用力把它抓住。对。你现在垂在那里没有很深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因为它都在这个岸边活动，嗯，所以我们现在绑好之后，我们要等多久鱼虎才会来？其实要等一个晚上，等蛮久的，所以我们先带你们去做传统渔业文化体验，就是滑沙粉。哦，现在可以玩了哟！可以了，带你去滑完之后，带你去看我昨天放的啦。哦，昨天放的啦。好，我们先去玩一下，体验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 ，Yes。
太舒服了啦。对啊。来点么触鼻的活动好唔好？小米。什么啦？游戏耶。小米。什么游戏？上一次我们不是有玩那个？哎，我们去哪里？小琉球啊，在 SUP 上面。SUP 擂台赛。擂台赛互推，看谁的平衡感最好。好啊，好啊。好不好？今天刚好四个女生，就来一场四强争霸战。好，来来来来 ，SUP 擂台赛，请准备。来来来，第一届日月潭 SUP 平衡大赛，男男对上惠妮，两位请起立，手不要碰对方哦，用脚的挪动方式哦。预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开始。摇他摇他，来把你头不要顶人家，摇他，跳起来跳起来，哇，你在跑什么？我们还要成功吗？好，太棒了！人生就是这样，在日月潭上面还有余兴节目，将来被红酒就更好。哦，真的。来，现在看我们的小猪，芝芝，已经出手了。懒懒，小猪有话想要呛下懒懒，小猪请说。懒懒很强，如果我赢你的话，就让我主持一集。一集还是一季呀？懒懒，把你呛回去。我如果输你的话，啊，我让你主持五集。哇，这个很呛，这个很呛耶，很呛很呛。OK， 两位请准备。请起立，先站起来，来开始来，很快要先出手了，双方都有机会哦。有有有，有两人有点重心不稳，哎，小猪，小猪先倒地，小猪率先倒地，恭喜蓝蓝获胜，哇，蓝蓝保住了主持棒。是来看你昨天放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放在这里也可以，就在这里，因为鱼虎都会躲在这个暗处啊，岸边这个我箱往下面，这样也可以，对对，也有机会啦。对，我们再试看看啊，因为也不容易抓到啊。OK， 那拉上来看看。好，来来来来。哇，这个绳子，哎，有点在五连床哦，有一点哦，很紧的感觉，这个很紧哎。五连床哦，哇哇，有有。哇！哎，已经挣扎一整天了，没力了。哎呦，这个放前面，放前面，放前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那个鱼牙齿，牙齿，你看，牙齿。吓人的牙齿。哎，紫色的，你看紫色的又出来了。紫色的，紫色的斑点。然后，但这是小只的，这算小只的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就是鱼，它可能抓到。对啊。然后这一种比较贪吃。所以才会重。老实说，你看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鱼的品种，介绍了这么多，还会放陷阱，现在抓到了，一整天我们也累了，真的，肚子也饿了，对啊，对。会啊会啊，我会弄一些，会吗？特产的给你，我们还要玩游戏给你看，对对对对啊，厉害。
OK OK， 好了，好，我们也来品尝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啊，总统鱼啊，好，总统鱼。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日月潭。一个脚印是我一串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日月潭，日月潭，南投的日月潭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小猪、灰泥、栀子、马国兵，还有兰兰和阿翔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再好了，也就这么一次了啦。对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刚刚这首歌是澎湖湾，我们现在因为人在日月潭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唱了一首日月潭的感觉，改编了一下。我们今天来这边是这个担任养殖达人，是。然后呢，老板已经帮我们煎好了这一条总统鱼，老板亲手做的，对，是。来，好。这个鱼刺很多，鱼刺很多，你夹起来，夹起来，你夹起来，我整个夹起来，你看，你看鱼刺，但它鱼刺算是那个很明显的，整个都鱼刺哎，然后你现在要吃的时候，对，就是把鱼刺抽出来，抽出，慢慢的抽出来，慢慢的去享受这一抽鱼刺的乐趣，对，因为这只鱼活了4年，对，5年，它在日月潭吸收了日月潭的精华，哦，你们要慢慢的去享受它那一种。感觉在这种环境，你心情放松的情绪，重点是在你的嘴巴会享受那一种大自然的感觉。你是在地人吗？对，我在地的。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小就在这边长大，嗯，所以对日月潭有一个感情在。那大哥，你说你在这边40-50年？对对对。所以你一开始就一直在这里养鱼了？嗯，对，差不多啦。老婆小孩也都支持着你这样？对啊，他们都在北部啊，小孩子都在北部读书啊。哦。那他们都还很小啊，重点是还很小啊。很感谢我的老婆，她，我在这边照顾这些鱼，但是她帮我照顾小孩子。你会想要让儿子女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很辛苦，是很寂寞的，这个路是很寂寞的，他们要去外面去闯荡之后才回来，他们才能够忍住这个寂寞跟孤独。我知道，其实这是爸爸的心态，都舍不得小孩辛苦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种是辛苦的工作，辛苦的工作让别人的小孩来就好。不是啊，有兴趣的人来，对对对，喜欢的人。我觉得其实不是只靠我们赖大哥一个，对，这个生态是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来的。对对对，他只是第一线把他的工作做好，其实以后根本不用我去做啊，还有其他的人会去做，大家一起做会比较重要。了解了解，很重要的是生态的维护，不要再乱放生。对对对对对 ，OK 了，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所有来宾一起来参与，谢谢，体验一下这职人的辛苦，今天非常谢谢赖大哥，谢谢我们这样玩哦，谢谢 ，OK， 我们就下礼拜见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。在这个心平气和的地方，我们要有赠品要送给观众朋友们哦，请到综艺新时代的粉丝团去留言今天的答案。那题目是，请问总统鱼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呢？赶快去留言哦，3个字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